L'Arcota.终于见到你了，承载命运的天启者。看到你站在这儿，真是松了一口气。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让我看看你还有多少能耐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能耐。没时间闲聊了，现在的局势很紧张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全新的输出技能，保持冷静，点击释放心。你好啊，即便是再微弱的光芒，黑暗也不可能将它吞噬。你看上去是个厉害的家伙，要不要切磋一下？坚定的意志是力量的源泉。生命之火永远不会熄灭。让我们来，我是残存在你内心的女神意志。想要守护天空之门的封印，你必须找回你全盛时的力量。我会帮助你，随着你的变强，我也会产生变化，直到我恢复到完全体，也就是你找回全部力量之时。释放守护技能，坚定的意志是力量的源泉。没时间闲聊了，现在的局势很紧张。这样盯着女士看。我去。这是处于我庇护下的天马，相信它能给你一些帮助。这恭喜获得首个坐骑，现在就可以使用坐骑在天空中自由飞行了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
天的天气可真好啊。解锁了新的位移控制技能。今天的天气可真好。支线任务开启。有了新的支线任务，去看看吧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释放守护技能，给敌人迎头痛击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点击这里，别想战场，赶紧过来帮忙。插嘴吗？目标转换能帮你轻松锁定敌人。插嘴吗？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谢谢你的帮助。别傻站着，赶紧过来帮忙。嗯？怎么了？你好。跟我来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这就是我的意志的继承者吗？有点意思，我期待着他的成长。你好，总感觉和你很眼熟，我们见过面吗？恭喜找回火种，强化火种。每章节任务完成后，恭喜成功激活紫。现在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保持警惕。是。保持警惕，前面的情况可不太乐观。我正想着你呢，来得正好。你获得了强大的核心输出技能。